大家好，我是做重庆的周勇，今天整两桶猪肝回来，给大家做一个酸菜炒猪肝，我来做，你们又来看。把洗干净的猪肝来，油好大，切好大，再切厚点哈。切个猪肝，刀要快，手要准，切慢点，厚薄让它均匀。拿个八二的瓶子装起，加入盐、胡椒，来点白酒，把它刷两下。猪肝淘洗干净，特别腥味儿。有条件的直接拿水管子冲，像我那种呢，我把多淘洗两道，酸菜切成结节，涨水过哈。猪肝拿个八二的瓶子装起，来点盐、胡椒，把它刷两下。来一把法式的红烧粉，抓抓，那个红烧粉的水不要多很了哈，不然猪肝裹不起粉喽。青红椒、酸菜，洗净为敬，来点点酱油，增鲜提色。那个麻味不够，拿花椒酱来凑，用的时候摇两下，花椒酱少了点哈，麻得很喽。你以为做的都加完了吗？花椒来一把，煮好一锅成菜，火大油多，动作要快。来点花猪油，红火有点香。来一把大蒜，先把炸香，那个菜可以不要姜。猪肝倒进，动作要快，咔嚓几串串的。起锅，你们熟到的噻，只炒了七串哟。那个猪肝才叫嫩。猪肝嫩不嫩，都看你油温烧不烧到位。好了哟，那个猪肝巴不巴适？评论区等你。